喂，啊，叔，我在外头值爱勤的呀。什么？哦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回来啊。哎哎哎，胡队，秦队怎么样？你还是副支队长的助理吗？领导命都快没了，你跟哪儿呢？我去廖勇和那个环卫工人遇害的案子。办案也是秦池办。 秦池到那儿，你到哪儿，秦池办什么，你办什么。他就是撒尿，你都得在厕所门口给我戳着。别以为你老子是个官，你可以擅离职守。胡队，怎么了？我去办案是秦队让我去的，我什么时候擅离职守了？再说了，跟我爸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甭管我是谁儿子，以后啊，我做好我手头工作，咱们就事论事，好吧？小兔子。 邱处，小肖，胡队是吧？我长风支队肖闯，你好。秦队怎么样？头上有几处外伤，脸被火药燎了一下，人醒了，看着还行。医生说，
一会儿送去拍个片子。我和关队通电话了，关队说这次特别感谢咱们支队在这次行动中给予的支持，我们现场控制的不好，连累你们了。还有那两把枪，我还得接回去做弹道采样，然后一并奉还。还有就是看您的时间，什么时候有时间去我们那儿聊聊。 你放心，回去我都懂。张宇的人随时来找我做笔录。得嘞。小强，你看我那把枪没打过，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了？邱处，关队说了，您的枪和行动报告明天一早会送到市局去。哎，还有我那包呢。 还有您遗留在现场的那个手包，等我们最终确定里面不是赌资，会还给您的。那不是你是胡队，没什么事，我先撤了。这楼下还关着十几个荆州的狗贩子呢。当然是。走了。 叔叔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不在的时候，都发生了什么呀？这帮孙子太鸡贼了，用的全是斧子，也不能算管制刀具。跟他在一起的小姑娘未成年，问清楚情况就给放了。关队的意思呢，这帮人录个笔录，等候处理。把门打开。 这就是解决法，你聊你的。吸烟有害健康。这，爸爸，其实今天这事儿。 知道我吃那碗饭的吗？问你话了，知道马元安是什么下场吗？知道。那你肯定也知道我为马元安做过什么。 老子跟马元安有过交情，跟你没有。懂了。老老实实的回你的狗窝蹲着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 哥几个辛苦了。 秦池，他别瞎想，人没事儿。没事儿啊，吓我一跳。进病房了？进什么病房啊？跑了？怎么跑了？手机、衣服都在这儿呢。医生带他拍片子的路上跑的。
怎么这么不省心呢？我承认，现实中存在着某种计算外的余数，这种办案的干扰因素多是假象，只是格外逼真而已。这其中最难破解的，大概就是感情。它无关于逻辑与概率，无从推断，也无法论证。不仅仅在于可以欺骗他人，而是当你相信并服从他的时候，你会蒙蔽你自己，你会把正义、公理、原则、法律全部置之于身后，甘心沉迷于飞蛾扑火般的自毁之路上。并不是冷血无情，只是职责所在。我是执法者，当所有人都在为爱恨情仇纠缠不休的时候，我希望理智的声音还在，或至少自己依旧保持清醒。知道陈曦怎么死的吗？就他干的，就这请他干的。邱老师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714的案卷里面，我觉得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清晰，所以我想去物证处那儿再核对一下。您得帮我签个字。没问题，哪几样？其实就是一件防弹衣上面的弹孔分布，还有两支涉案枪支。Thank you.
就他干的，就这请他干的。姓秦的，你早该死了。这世上一定有公道二字，你信吗？我说过了，你尽管放心。那你把地址给我，我保证，没有人能活着离开。活着离开。停。肩膀放松，放松。怎么了？其实只要人还在，很多事情都可以重新开始。这儿还跟从前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给你的录音听了吗？伯父。你好，小凤，给你添麻烦了。秦浩刚才给我打电话了，说秦氏昨晚在他那儿过的夜。也真够废物的。我没想到那会是个机会。就因为稍纵即逝，才是机会。
胡队，秦队着了。我看您没这么大邪火了，应该不只是因为昨天睡了一觉吧？咱们就事论事啊，我没那么大邪火。秦师昨晚在他老爷子那儿过的夜，你直接给秦昊打电话联系他吧。哎，胡队，我这案子有进展了，得跟您请示一下呀。我是先去接秦队呢，还是继续查案呀？ 秦池啊，要不还是等你换完衣服，我直接带你去医院吧。不用，我没问题。谢谢吧。钥匙。 我孤身一人来到这个世界，多彩又陌生，温暖又荒凉。我向往地平线以外的方向，知了在鸣叫，海鸥在翱翔。妈妈的怀抱总是温暖，爸爸的目。那个，我最后再说一遍啊。 要那种自由洒脱、无拘无束的感觉。你要是唱不出来，这首歌就废了。你得用心去感受，知道词儿什么意思，用心的去唱。再来，这调儿它不对。你只解决了上一版的问题，可是整体性还是很差。它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完全就是两首歌嘛。副歌的旋律都是一样的，请问整体性有什么问题？ 三个音阶来回跳，如果一首歌给谁唱，他都能唱好的话，怎么体现这个歌手的专业性和他的唱功？那些所有的细节要靠歌手本身自身的感受力来弥补的。三个音阶来回跳，他唱出来就是这个效果。明明是你的谱有问题，你到时候是我唱的不好。有本事你把它唱的好听。 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Andy Sorensen. Yes? The consul of the embassy wants to speak to you. Please. It's okay. 警官，什么情况？哎，你这歌写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，不像一首歌呀。 没想到，警官您对音乐也很有研究啊！哈，工作需要，先学先卖呗。啊，挺好。昨天晚上我去那个海帆酒吧溜达了一圈，那老板唱的真挺好的，每天晚上12点准时登台现场。时间是有通话记录，9:44。他说的这个时间没有问题吧？ 他不会撒谎。We are the world， 老板唱得很棒。<笑>所以您今天特地过来，就是要指出我那天晚上的记忆偏差。哦 ，sorry， 我那天可能我真的有点……我本来过来呢，是想借用一下你的那块手表。表？什么表啊？你忘了？就是廖勇给你们四个每个人都买了一块的限量版手表呀。 啊，那块表啊，我记得，那都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我都不记得我丢哪儿了。
我可以回去找找看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带你去找表啊。帮我清理一下吧。给我打电话了。嗯，我当时我跟鹏鹏也在赌局。记得自己吃东西，鸡翅就交给你了，一定帮我照顾好。钱要不够的话，第一个抽屉里没有。你去哪儿？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呀。你这样会死的。最大的希望就是死之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为什么不骂我？为什么不把我赶走？你说过，你和我哥谁杀了谁都一样，那你就不可能感到愧疚。你哥杀的不只是一个我的同事，而且他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父母、家庭、孩子，有些孩子甚至跟你一边大。你是想说，我应该感到愧疚？我想说的是，我们每个人不应该都活到仇恨里。邱老师，资料给您放这儿了啊。啊，小芳。哎。那个714案的物证都核对完了吧？啊，是，没什么问题了。有问题早发现，
早汇报，早汇报呢，就早解决。是，我知道了。陆姐，长风、向阳两个支队联名投诉质问总队，为什么在已经有备案的情况下，不事先通知就允许一名持枪的督察进入围捕现场？老罗，正好，王局也来了，这是超总监，我认为你有必要向上级领导解释一下这件事情。小邱啊，714专案调查历时长，困难大，情况复杂，你呢，一直在文职部门，再涉外调查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啊。哎，督察出查案不会干扰到分院级部署，也不需要打招呼。好，继续工作。王局，哎，老罗，这些情况我给你说明一下，来，忙吧。邱老师，您先忙。把那晚的情况再复述一次。辛苦了，我来吧。好。警官，你们还有完没完？我说过了，就算我记忆上有偏差，也不代表我杀了人。你们还要这样折磨我到什么时候？哎，你说的是你杀的哪个人呢？2009年8月23号晚上10点多，你们乐队的主唱溺毙家中。根据证据显示，因为他们小区那个时候没有监控，按照当时的证据显示，他是因为喝多了酒，在洗澡的过程中不慎滑倒溺毙在浴缸里的。当时你的口供提到，在参加完庆功宴以后，你就独自回家了，没有再见过他，对吧？而我在廖勇的家里面发现了这张照片，请注意右下角的时间，2009年8月23号10点49分。看来记忆偏差是你一贯的作风啊。隔了这么多年，我早就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什么了。再说这种路上被歌迷认出来要求我合影，这种照片我拍了多了去了，照相机上的显示时间也不一定是对的。看来你真的没有注意到，这张照片除了时间以外，还有其他的亮点吗？好像是周岩家附近拍的照片，那也不奇怪啊。我以前跟周岩关系这么好，我经常去他家玩，但23号晚上我没去过。你没去过？没有。那你自然也不知道他回家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对吗？当然。那我就来告诉你，那天他喝了酒，因为离开组合的事跟廖勇大吵了一架，庆功会还没结束他就独自回了家。
回家以后，他脱了衣服，卸了妆，打开水龙头准备洗个澡。按照当时证据显示的逻辑，他在洗澡的过程中忘记摘表，表进水，然后停摆。他把表摘下来，放到了盥洗盆的旁边，等他再起身的时候，不慎滑倒，溺毙浴缸中。这一切似乎听上去都合情合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直到我发现了这个。虽然时隔多年，但是技术队还是查出了这个印记是口红，也就是说，当时他在卸妆的时候是穿着这件睡裙的。哎，那我就不明白了啊！你说一个独居女孩，又是八月份那么热的天儿，还刚喝完酒，她会冷吗？那为什么她要在卸妆和洗澡的这个时间段里头，还要穿上个睡裙呢？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当时家里头有人登门造访。刘也很正常啊，他爸爸就经常去他家。你撒谎，那个登门造访的人就是你。你真的没有注意到这张照片最大的亮点在这儿吗？手表本来就一模一样，我哪认得出哪一块是我的？这块停在10:05的，就是你的那块表，而10:05，就是周岩的死亡时间。哦，不对，准确的说，是周岩的遇害时间。你凭什么就认定？你刚才自己都说了。这是周岩他在泡澡的时候忘了摘，才。这四块表啊，是廖勇花钱给你们买的定制小礼物，我已经给厂商联系过了。这块表当时也就出了900多块，它之所以叫定制款呢，是因为直接从定制厂商发到每个顾客手里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确保保修卡上的地址和顾客的地址完全吻合。换句话说。这些表分别寄到你们手里，没有任何中间环节，连快递我都问了，完全没有记错。不管你怎么说，这块表如果真是在周岩身边找到的，就不是我那块表。我的表怎么到你手上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弄丢了。你现在就凭桌上这几块破玩意儿，就认定我杀人？太扯了吧！看来你真的从来都没有真正关注过这块表啊。不得不说啊，人家廖勇这次还是花了点心思的。他之所以是定制款，就是因为你们四个人都分属不同的星座，所以他把四个星座的 logo 分别印在了这四块表的背面。这块表，双鱼座，也是从廖勇家找到的那块，他才是周岩的。根据石晶和邹小文回忆，庆功会的那天晚上，发生争吵的时候，周岩是亲手把它摘下来，甩给廖勇的，没错吧？
这一块，哎呦，处女座呀！李人，作为9月6号出生的你，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属于你的这块因为进了水而停摆的表，会出现在周岩的遇害现场？终究不能幸免。